Lady Lucky Morning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哥。咁今日咧就嚟同大家介绍一款唔知系咪玩具啦，算系系啦。后边仲有 LOL 添。咁啊，头先玩完，咁啊想拍俾大家睇啦呢个玩具。等我整一整翻好先啊，得。系啦，咁啊喺呢个玩具街度见到啦，咁啊见到特价88蚊，咁啊先至买嘅，系 LOL 嘅卡力斯喺机甲嗰个卡力斯应该系，砌出嚟之后应该系咁样样嘅，咁就咁样样啦。呢个系正面、侧面、背脊，咁啊呢度系咁嘅。咁我而家就拆俾大家睇。拆完之后个盒原来后面系蓝色嘅，咁样样个底又咁样样，侧边咁样样啦。好啦，跟住佢系咁样样嘅。呢度有个底座啦，咁就两块夹住，咁啊，已经跌咗只翼，听个电话先，好吧。好啦，翻嚟啦，咁啊，头先听完个电话，咁啊，拆咗之后咁样样，摆开先，咁啊，有张薄膜嘅纸咁啊摆喺度啦，其实都几重手效啊。哇！佢只手做咩啊？做咩要咁噶？做咩要咁噶？佢两只手咩事啊？做咩咁嘅？唔啱规矩喎喂！脚都甩埋啊！其实系咪要我哋重新揼过呢两只手？冇理由噶，佢把镰刀都唔系喺呢边嘅。佢咪揼错咗啊？两边，佢应该系两边揼错，唔知道有冇得揼翻呢？应该有得揼翻嘅。等我研究一下。是咯，掹到出嚟嘅，系啊系啊，但唔知点解会有白色，唔知点解呢啲位白色，可能佢啲油甩咗。头先只脚都甩到出嚟嘅，仲唔系可以揼翻只手入去？啊，好难揼添，哎，揼到啦，等我揼翻只脚入去先啊。点解好似特别瘦咁咧？点解卡力斯啊瘦咗？靓仔瘦咗又肥咗啊！啊，点解你个头死都要望嗰边啫？喂，啊，等我揼翻对翼落去先啊！揼喺边啊？系咁样揼啊，定系咁样揼噶？哇，佢全部进晒化噶，咁劲嘅啊！佢四招技能进晒化喎，呢个系。咦，揼唔到嘅，揼唔到。使唔使噶？等我揼咗呢边先。等我望一望先啊，侧边。哦，原来我搞错咗，原来呢个先系揼呢边嘅，呢一块。咁樣樣係黐住呢一度咯，佢嗰度係，佢嗰個嘢係咯，應該係咁。等我揼入去先，點解都係揼唔到啊？咁嘅，手又喐唔到喎，手啊，淨係可以咁樣樣。早知買嗰個瞓喺度嗰個牙叔咧，即係牙叔嗰、那個。美術圖呢咪瞓喺度嘅，佢嗰度有得賣一個瞓喺度嘅牙叔，就係嗰幅美術圖。我係揼住先啦，咁樣樣。跟住之後呢、這個，其實佢咁樣樣咧好難揼咯。啊，揼到喎頭先，
頭先吸到。啊，原來佢兩對翼分開唔到喎。全部進化嘅卡力斯。啊，又甩嘅你，大哥，我拍緊片嘅大哥。唉，算了，我都是咁样算了，等佢可以有那个飞出嚟嘅感觉。哎呀呀！哇，话咁快翻嚟啦，咁诶头先都吸咗几耐下噶，系啦，咁啊而家俾大家睇对翼，我变咗咁样吸。但係佢幅圖咧，你睇，直俾大家睇多次側面。佢係嗰嚿嘢係貼住咯，好冇？但係其實係咁樣樣咯，咁樣樣，咁樣樣咯。跟住而家呢一個咧，就應該係佢全進化之後嗰個樣嘅。嗱，連到兩個本身就得細嗰，本身就應該係得細嗰把嘅啫。跟住進咗化之後就彈呢、這個。跟住 W， 跟住其實我唔知佢有冇進化埋大幾啊，因為我未有機甲嗰個 skin， 咁啊，所以我唔知道佢有冇進化大幾，但係我哋知道佢 Q、E 都進咗咯 ，W 技出曬一次 ，Q 技兩重，跟住 E 技係三對翼出嚟啊嘛，咁啊進曬化噶啦，咁啊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，咁如果大家喜歡的就不妨按個 like， 也都可以 share 出去給朋友仔看我介紹的這些玩具的影片，也都在下面留言看看你會不會喜歡、如果喜歡的話呢，就不知道你其實都不知道你們怎樣留言的，是的，如果喜歡的其實都可以說、其實我很喜歡你這個玩具介紹的，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，記得 like 啊，拜拜。